赵刚安安 ，Hello。二叔。小鹿安安。小鹿。小鹿。自摸苹果。自摸便当。啊，那不玩凑一次啊。好。不帮我凑一次啊。不要乱玩，刚刚被他骂。我也没办法跟他讲说，不然你上来看直播。没办法讲。不要。不可以看直播。不要吗？低调。啊、好好低调。哎、欸，我叫你不要。好，门清一摸三，总总。四来，四九，没挡你，没挡你，十二，小妹没挡你，别挡我，拜托。没挡你，是。麦搞到周董。来，还你，他的六在旁边。好好。哼，多还博一个六。啊，我有电池。哎，爽了。哎，爽了。但我先，我不敢。三条，OK， 不给我吃，我装袋，自摸没有啦，自摸东风全红装是，哦东哦，四台，哎我海底，你海底请摸，你猜猜有没有？没有，我猜有，我猜没有，没有啦，你看，看马厩哎，这个叫什么？我就是会有，就是单调了，好强哦！少扯了，掉九万你摸了，自摸单调二花海底，台数不一样哦。四台，我没有想到这。嗯，四台，换很多哎，原本是掉红中哎，换掉九万呢。小美为何最近的自摸都变得这么不帅？嗯，真是怀念怀念以前的你。不是，因为其实我都不相信我自己会自摸。哦，其实我最近蛮衰的。对。帅气翻牌坊是啥？很跟欸，很跟欸，但很不想放枪欸。让你翻啊，我就不阻挡你啊。自摸的话，我装三条。第四条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秀，又被摸豹子。五八哎，什么？讲什么？我听就很想听你。干嘛不唬我？你唬我啊！对不起。找我来。是一台八八十八。八八十。找是什么？好帅啊！我每次这样，忘了打你了，可恶。自摸花上北风，哇，又四台，四台，四台七，这里连，你是最没有最可怜的。鬼梦这个吃注定要败，竟然听我没谁，我也听了，自摸花，谁听谁，又说，我也住了。我也听到三万。最近 YouTube 的通知跟收看都有一点点问题。如果说你有收到通知的话呢，直接点就可以收看啦。那如果说你没有收到通知的话呢，点选订阅内容，在这里呢，如果没有看到直播内容的话，点选头像进来一样还是没有看到的话，点选右上角的浏览频道，按进去之后呢，有机会可以看到正在直播的内容。那如果还是没有的话，点选影片应该就可以找到啦。如果你还是找不到呢，建议你可以追踪 IG follow 限动上滑呢，可以点击YouTube 的连结哦，了解。中军问说，如果八仙人当摸到花，当下不胡之后还能胡吗？如果你花五不胡的话呢，那就是放弃了花胡嘛。那你顶多就是最后胡牌的时候，你可以算两个花杠的台。你说花胡，你没有胡，然后你可能过两三巡以后，你说哎，那我要花胡，这是不行的，不可能的。要八仙你就赶快八仙，这个一辈子没办法摸到几次的。好，有任何问题的话，你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一次的疑难派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的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